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广仲。再一个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广仲。该不会这边刚好有吉他吧？哦哇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嗨，音乐中。羊你个羊，羊那个羊，没哎，这不是他们有脚哎，哎你不要咬人哦，哎他的头蛮硬的，哇哇，我们要怎么知道怎么抱他们啊？这个很难呢，我抱不起来，哦你好乖，哎呦可以哦，好了。出发了，你要抱他腋下，他抱 baby 一样，抱腋下，然后用力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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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不要抓到手，就是他吃我腋下，他听得懂人话。OK OK， 你很调皮，你要咬我，你过来。啊，我对动物很没辙哎，怎么办？来来，这次可以，这次可以，他起来了，对，慢慢的，好。对对，抱到肩上，直接上肩。OK。哦 ，Let's go。你不要再咬我。有点难度哦。那那边吗？那口在这里。哎，说这个门打不开，对不对？爬起来，爬起来，爬起来。好。OK， 上肩吗？对，漂亮，屁股，扣住屁股，这样。对对，你可以。OK， 哎呦，对，有了，有，厉害，我掌握住他了。我让他再一个，跟他讲点话，卸下他的心防。你不要一直后退啊！有了，哇，出发，哇，行，哎呦。喂，你怎么变这样？你怎么变？你这样下去，他会跑走啊！好，我有没有看到羊？手不要伸进去哦，手不要伸进去哦。我们后退一点点，楼帮我拿一下草。我要吃草，来，我喂他吃草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也要一片。好，不要抢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发给大家。不要。好。乖乖的，可以先拿。请给我一个叶子。对，请给我，很好。他说请。请给我叶子。请给你，好，请给你一个叶子。好，请给你吗？好。请给你一个叶子，好，请给你一个叶子，好。